反背我。你讲大英集团的董事会，你是安怎无甲票投吧？我想得到业界的信任，先给我接班，安尼咱唔才都顺利摕到大英集团，对吧？你今我听到甲看到的，我拢总听到嘛看到。啊，既然你即摆拢听到啊，你拢知影，你要怎变啊处理？我袂计合理。亚婷甲弟弟是一半无得分开的，你敢知影这代表什么款的意思？那是有一个人会当成像即摆呢，陪你到照顾弟弟，你是不是感觉你的压力无遐尼大？还是想要介意亚婷？就必须爱你弟弟马做会介。我你即摆甲我装笑的，反背我！你讲大英的集团的董事会，你是安怎无甲票投吧？我想得到业界的信任，先给我接班，安尼咱唔才都顺利摕到大英集团，对吧？你今我听到甲看到的，我拢总听到嘛看到。啊，既然你即摆拢听到啊，你拢知影，你要怎变啊处理？我袂记合你。嗯，是嘞，最后两招，我先过来甲你通知，就准备要去报警。你想好办法处理，甲一家人就有关系，阿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陈叔叔，你老酒杯哦，刚才阿醉，还是大伯伯？来啦，我替你服务。你也未过我，你真够了！哎，你真正有够臭鬼，臭鬼啊！你也未过我的人，老杂婆，疯了！妈妈，公平，我救的是鱼啊！你想做公平的大酒头？我会把你处理得清气溜溜。你怎么光明正大阿娜大的生活呢？帮个主人呢，卖红火包家去。